过油肉是山西最著名的传统特色菜肴，在清代经常宴请客人必备就是过油肉。各地的过油肉做法有所不同，而临湘斋过油肉制作秉承了山西过油肉传统的制作技艺，选用的是黑猪肉中的元宝肉，因为元宝肉肉质细嫩，改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顺着纹路切，有点刀切，最后是切成臀切片大小，包厚一致。准备葱姜蒜土鸡蛋，泡制好的木耳、荤蝇头、菠菜梗、玉兰片，玉兰片也就是笋片，蒜片不要切得太薄，生姜应该选择姜末，这样更好的入味。用土鸡蛋鸡蛋黄腌制切好的元宝肉，花油是过油肉制作的关键，油下锅收至三成至四成热，放入煎好的肉片，花至八成熟，捞出控油，油温大概就是100度左右，才能使这个肉片花出来以后色泽金黄鲜艳，外软里嫩。又有下锅来收热，加入玉兰片、木耳，加入肉片煸炒，加入菠菜梗，放入这个花椒水、老陈醋、黄豆酱油进行调味，勾米糖芡，出锅装盘，一盘色泽金黄、口感软滑的过油肉就做好了。留锅边烹醋是过油肉制作的点睛之笔，醋不是直接作为调料加进去，而是顺着锅边烹醋，这样会有醋的香味。正宗的过油肉讲究是漏油不漏籽，吃完一盘过油肉以后啊，盘底只有油而没有其他调料的汁水。各位贵宾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非遗地标美食金玉满堂过油肉，因其色泽金黄鲜艳，汁芡透明，以玉兰片、菠菜梗、木耳为配菜，所以取名金玉满堂。过油肉是代表山西的一张名片，在晋菜里起着重要的地位。我从小就喜欢吃过油肉，几天不吃就有点馋。现在每天做几百份过油肉，对它有着浓厚的感情。每一份都是我愿先做、愿爱做，就像给自己的家人，做饭。过油肉就像山西人一样，外观朴实，但却有浓厚的味道。走在山西的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温厚朴实的美食。这本饭店经验编写于1960年，记录了太原丰富的饮食文化，包括临湘斋过油肉烹饪的技法。2019年，临湘斋过油肉被评选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师父陈沈年是临湘斋过油肉第三代传承人，我也很荣幸被选为第四代传承人。对于我来说，过油肉不仅是一道菜，更是老师傅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和作为传承人的责任感。希望过油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青睐，希望我们能将这种传统的技艺一代代的传承下去。